象征高贵会使用什么颜色？如果要象征高贵，这个品牌的颜色应该要选择红色还是黑色？红色。看植物的颜色就知道黑色比较高。你特别高贵。如果答案是红色的话，这出题就有问题了。下次就换红衣服。对。他穿红色衣服会不会像圣诞老公公？晚间六点，京都念慈庵全民新攻略。